乐团员用声乐的方式来唱合唱的歌曲，咱即摆欢迎。
遮大部分因个团员拢是阮去辅导遮个五八三吼。啊，多谢桂枝湾合唱团为咱献唱。啊，拄则有一首，就是第五首，是救助树花神佛一生，这是林某老师伫病房上尾啊一首歌曲，伊就是用伊个对上主的感受，对人生的迄类一寡感受写出，家己写歌词、写歌来做曲，啊，我来为伊献唱安尼。即摆刷来是一个由俄罗斯的钢琴家陈秋佑先生要来为咱献奏一个桂枝湾先生的一寡钢琴的曲。咱即摆欢迎陈秋佑。